许新人怀特近日开记者会宣布抢在新专辑发表前举办演唱会，双喜临门让粉丝们直呼好期待。然而被问到近期的性骚扰议题，怀特也透露曾有过不舒服的经验，像是在职场上遇到比自己高位的人，对方就会在口头和肢体上做出越线的行为，但他也表示自己不是一个会容忍的人，会直接向对方说你的手碰到我了，可以离开一点，不好意思，我要坐远一点了，相当勇敢的举动获得全场支持。而聊到感情问题，他则表示目前已经单身2年不求了，对择偶也坦言条件不高，只要专一诚信能沟通就可，你少说应该没有很难吧。